最新消息提供给大家，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要援助44万剂的 AZ 疫苗给台湾、泰国跟越南。他也指出呢，这次援助是考虑当地的疫情，还有医疗体制等综合状况的评估，预计呢本月上旬会到货。那茂木敏充呢，他也提到，希望利用这批疫苗让在地的日侨进一步的接种疫苗。那这也是日本第四度的捐赠台湾疫苗。